触爱社会服务推出手机启航我们行运动，为家长提供一套指引和工具，帮助他们教导孩子如何正确且安全地使用电子设备。触爱也同职总幼儿学府合作，通过幼乐园把这套指引和工具呢推广给更多的家长，预计未来两年将惠及超过10000户家庭。来看记者黄秋怡的报道。宋志娟有一名4岁大的儿子，他说今年开始让孩子使用电子设备，但担心他会在网络空间不经意接触到有害内容，这套指引和工具就能更好地帮助他应对挑战。因为他还小嘛，所以我不可以好像用我大人的知识然后跟他讲，哦，这个是不好的，你看吧，他们的改步就帮我知道，哦，怎么可以跟他沟通。除了一份指南，它还涵盖一套为5到8岁孩童设计的系列动画，这将让家长掌握所需技巧，引导孩子安全上网。出席推介活动的通讯及新闻部长杨立明说，家长都希望孩子有良好的成长空间。他们会到网上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，但作为一个家长呢，我们既要保护孩子，又希望他们能够有充分的发挥的这个空间。那么在网络安全方面呢，要怎么样得到良好的支柱呢？这个是我们值得关心的一个问题。那么资源还包括这样的一份合约，让孩子和家长约定好自己在上网时应该注意的事情，比如要小心网络上的陌生人和控制自己的上网时间。根据建议，5岁以下的孩童每天上网的时间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，而2岁以下的孩童呢，则应该完全不要接触电子设备。家长可从触爱网站免费下载，目前已经有3000名家长率先使用。触爱今天也同职总幼儿学府签署合作备忘录，让旗下的幼乐园同家长合作，利用这套指引和工具，为孩子培养更健康的上网习惯。